这汤怎么没味道？因为我们的汤都是直接用北海道的昆布跟茶叶熬煮的，我们没有加人工香料跟食品添加剂，所以味道喝起来就会比较清淡，就是要让我们的客人可以吃到食材的原味。还是你希望我帮你调比较有味道的汤？那你要怎么帮我调？哦，那你等我一下。这样帮你调。哦，有三种粉，有三种汤粉。哦，那你要泡菜的，还是要麻辣的，还是要鲜鱼火锅高汤的，都可以帮你调。你要哪一个？我还是原来的昆布汤好了。饭我们是有机月光白米加有机月光糙米一起煮，面的话我们是白瓜、地瓜、猪心山药做的有机糯米。哦，那我们没有卖网食，没有卤味。不过我点日本 A 五粉，你会不会切澳洲粉吗？当然不可能啊，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，我们就不平了啊。而且它流量非常好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日本的 A5 和牛，我们没有卖 A3 A4， 我们就只有卖日本的 A5 和牛。那澳洲和牛，澳洲和牛我们也只有卖九加级的澳洲和牛。那我们没有卖那个七加八加，我们就只有卖九加澳洲和牛。那这两个和牛不是把猪肉快出来。那我要讲什么？你什么都不用讲。汤怎么没有味道啊？因为我们的汤都是……还有其他的鱼吗？以及的汤，有机的月光米，然后三宝面跟有机冬粉，你要哪个？饭是什么饭？跟你们的。一起讲。对。